去小哥，去啊，去！哎呦我去，贼臭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海。今天呢是情人节啊，准备送给甜甜一份比较特殊的礼物啊。我们现在呢正在去奥斯汀机场的路上啊，准备迎接一位新的家庭成员。现在呢是早晨的8:50，我们在这个路上呢已经堵了快40分钟了，还得再过20多分钟才能够赶到机场。甜甜今天心里比较高兴啊，比较兴奋。早上8点钟起床的时候，一点起床气都没有，也不拖拉了，走。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笑。奥斯汀的堵车大军啊，前面我看有人说，感觉奥斯汀都快变成加州了，天天很堵很堵。确实是这样吧，183这条路上堵车真的很严重。我们的家族新成员已经到了。哎呀，专门有人送过来的啊！甜甜去吧，我在车上等等。哇塞！拍照留念呗。Thank you 快，这个地方因为不能停车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走。我放后面。行。哎呀，家族新成员啊，已经到了。他乖不乖啊？好乖的。对啊，我也感觉他好乖，怎么连叫都不叫？哦，行吗？哇！哥，你拉着我抱着。哎呦，晨晨呐，哎，这，你好乖呀、啊，你都不叫的吗？抱着，我要开走了，快点。一会儿等到家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。甜甜现在已经兴奋的不行了，哎呀，先开回家啊！啊，现在我们到家了哈、啊。晒的，刚刚给我们的邻居秀了一把，邻居说他家也有一个和我们这个小狗体型差不多的狗，他说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。好暗呀，把它放进笼子里面。这是我们前几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个非常豪华的大笼子。哎呀，它在闻味道呢。因为一切都太陌生了，对它。对，它以前是待在一个小狗舍里面的，然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笼子。然后我们把它买回来了啊，这只小狗的价钱呢跟甜甜包差不多，情人节礼物啊。哎呀，哇，你看它好活跃啊，嗯，感觉它挺胖的。它很胖，而且它的毛发特别好，所以它品相好呀。你看它很胖，嗯，屁股有点肥，感觉一走路一扭一扭的，你看。它就是那种很活跃、很健康，但是它又不叫，对，很乖。哎呀，这下开心了吧？你开心了吗？我也开心。哇，看，哦，去，大家看看漂不漂亮？哇，这好漂亮呀、啊！我要把它尿过的垫子放里面。对，你看小狗是感觉跟用尿不湿似的，刚在车上尿了一下。给它铺上，对，以后就让它再跟尿，然后到时候再给它换。跟大家来说一下，我们养的这个小狗的品种叫可卡布，
说是成年呢，可以长到15磅到20磅，就是一个小型犬吧，我觉得也挺好，比较适合甜甜。我本来呢是比较偏向于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因为比较霸气嘛。呵呵，但是甜甜说可能到时候遛不动它，我说那就养一个小一点的吧，这种又可爱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养小狗狗啊，哎呀，感觉它好开心啊！你看，从小到大估计还没玩过玩具呢。它在那个狗舍里面估计没有这种待遇的。在狗舍的笼子只有那么大。对，很小。我们开视频看过，然后这次呢是专门有人送过来的。哇，嗯，等以后再长大一点，给它打了疫苗，就可以带它出去溜一溜了。这个小狗啊真的挺好的，我觉得它不喜欢叫，就是有些小狗啊它特别特别喜欢叫，但是这个狗到现在我们还没听它叫过一声嘛，它在车上只是哼唧哼唧了两声，它在车上想找地方尿尿，对，它哼唧了几声，嗯，很乖。这个比较适合甜甜啊，甜甜比较喜欢这种小狗。我跟大海在网上看了很多攻略，就是怎么，就是照顾小狗。对。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次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很好的那些小技巧啊，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嗯。这样我们会让我们更容易一些。哎，是，挺好的，那就谢谢大家哈。哎呀，刚洗个手，让他看别人走了，他在这叫了。没事没事啊，在这呢啊。在这呢，不走啊，不走啊。哎呀，啊，好好好，好好，没事哈，没事，没事哈，过会儿再吃东西啊，过会儿再吃，好吧。到家，第一泡屎。你天天不愿意捡让我捡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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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小哥，去去去去去去啊，去去，哎呦我去，贼臭，他以为你在跟他玩儿，我拿着就走。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好。还有吗？还有一点点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呀。